请各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这个《成唯识论述记》到第六卷末，也就是呢12641264页，根本烦恼这六个。贪嗔痴慢疑二见，这是根本烦恼。那上礼拜呢，讲到1265这个贪，云何为贪？于有有据，染浊为性，能障无贪，生苦为业。翻过来1266，为由爱力取蕴生故。所以实际上，成唯识论呢，对于这个根本烦恼用的字呢不多啊。那所以每一句都是重点。也就是说呢，贪什么呢？对于有就是三有，一手果报，三有有具就是呢，能会让你产生这个三有的例如呢他就举例中有这比较特别了哈，就是烦恼跟业，或业苦，那你那个苦呢，就是三有的果报。那会产生三有果报呢，就是烦恼业。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气世间，也就是说呢，那你所产生的果报，那也没有离开依报环境啊。另外呢，这个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转换，这个中有，那也会让你生贪哦。那这以上这个都是从有漏法来说，那包括无漏法也是会让你生贪。所以对于有具，那贪是什么呢？染浊为性，就是它就是一个特性呢，就是染浊所以呢，它这个1265页的倒数第六行啊，才会说论下文说与见等具原无漏起原生贪者，也就是说用这几句话去解释什么叫做有具，会让你产生贪的都可以叫做这个有具那他用的与见等具原无漏起也可以，原则无漏法也会让你生贪原生贪者。那这个的话请你看1294页这里1294的倒数第四行，这句话就是要证明他说论下文说与见等具，就这里贪与慢见获得相应，也就是说贪跟慢可以一起起来，乃至呢这些种种的见也会让贪跟着起来所以这个就叫做呢贪与见相应那么这个是与见等具，这个证明在这里再来的话1739页最后一行，这边就是要去说明呢原生贪者包括无漏法如契经说如取为缘，有漏业因续后有者而生三有会生三有的取为缘，也就是贪取为缘这些呢有漏的业因会续后有生三有，如是无明习地为缘，无漏业因也会让你生阿罗汉独觉，或者是呢以德自在的菩萨也会生三种异乘身。所以这段话就是要去说明原无漏法生贪也是会有后面的果报所以这个他就是要去证明原无漏也会生贪所以回到1265倒数第四行，现在呢他要去说明的是说那
跟有部小圣有部的不同，因为有部认为贪一定是缘有漏法，如果是缘无漏的贪叫做善法欲，但是经大圣说，唯识中大圣唯识说没有，如果你对于佛法对于灭谛你有贪有爱，皆染污收，与见俱生，缘无漏起，所以无漏法能知长有，也叫做有俱。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所以才会说跟前面娑婆多时的善法欲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五十八等瑜伽师令五十八卷啊，不说此贪缘无漏者啊，是五十八卷没有特别提这个，但是呢我们后面再去会通啊。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缘无漏法是可以生贪的，五十八卷虽然没有说哦，但是呢我们后面再去会通。所以请看参考讲义，这边引用了义灯，说呢于有有句本云大圣许贪缘于灭啊，不，课本不是写贪灭皆染污说吗？啊，贪源于灭道二谛，这个是顿号的意思。沿着灭道二谛的无漏也可以生贪，但五十八卷不说，下文智慧随出相说，啊，就是再去会通。这里许得缘，也就是说呢，贪可以缘无漏。生贪啊，缘无漏法生贪，所以如同后面我们刚看到一二九四那边讲的贪与见慢容聚起故，所以此意思就是见跟慢既执佛性以之为我，从这个角度去说，你有错误的见还有这个根本烦恼的慢会执佛性以之为我啊，等同就是一种贪着贪，染着的贪啊，所以全界烦恼皆能结生，继续烦恼有清源者，何非有聚？那这等于是有聚会生贪的有聚，这样子啊。所以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贪灭皆染污收，这个啊，严密这边解释有义两种解释啊。此等非是法执，若不坚着但起心求啊，此即善心不可名执，可通有不明善法欲啊。也就是说你如果你对这个贪这个灭谛爱佛法贪灭谛啊，他说呢这边不是讲法执，若不坚着，不讲法执讲什么？就讲烦恼，根本烦恼啊。若不坚着但起心求啊，那么不可以叫做执，那就跟有部的善法欲一样。但如果你对于佛法对于灭谛起染爱，是属于根本烦恼的贪哦。这是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啊、哦。那么详曰啊、哦，就是说严密的作者对这样的解释并不是很赞同，他说你如同这些文字啊，你贪佛啊、哦，有贪佛，那有贪法啊，非是染执，而反而叫做善法欲呢？当然不可以，所以他才会用其有贪法，非是染执，名为善也。若但心求，如果你用的是善法欲，那个是心求，不是染执。谁言此等名之为贪？谁又不知道这样就叫做善法欲？还要你去分别吗？哦，这个里面我们就必须要仔细研究。所以重点在哪里？染着、贪执，那才是属于烦恼的贪。如果你是心求，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要让自己不断提升，这个时候就不是一种贪，
所以常常有人就问这个问题哦，也就是初学佛的人也会同样类似问你这个问题哦。您不是说要一切放下啊？《金刚经》里面讲都要无住身心吗？那你还要去发菩提心，还要去修六度，还要去度众生。那这个不就是也是一种有执着的心吗？有贪求成佛的心吗？哦，那他就类似问这样问题，那我就反问他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佛在大圣经典里面教，凡事要发心、发菩提心，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佛都讲错了？佛教人家要起贪心吗？”佛讲《金刚经》，还会自打嘴巴说要起贪心，去求佛法，求成佛，求度众生吗？佛在两边自打嘴巴吗？怎么可能？啊，不然呢？他不说啊，不然就是你错认啊！你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认识佛法的名词错认啊。所以他这边就跟你强调。心求啊，就是你很想要去求取，你有向上这个提升的那种心啊，但是你不起染执、随缘持等名之为贪啊，所以上进心、发菩提心不是等于贪心，中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讲白一点，不要讲太深奥的，用哲学名词，一个是有理智，有理智的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一个呢是完全的是带着情执啊、哦，这算很白话了。那如果要套一点佛法的名词，一个带着我执我见的贪。一个呢是一方面利益众生，一方面也要对治我执我见这种贪执、哦、所以这个现象上来说啊，就是呢有的像我们这样子讲课，然后慢慢呢有底下有一些人很愿意听你讲课啊，然后呢就号称你是老师，叫你是师父，啊，那你就认定了哦，对，这就都是我的学生，哦，然后没有来听我的，去改听别的，就内心就吃味了，那就麻烦了，那个就是贪了，所以这里面，你说你是真的是发菩提心。啊，是为了要上求佛大下化众生，还是说你这当中很难放掉那种众生那种我执我见的那种贪执呢？啊，这个只有自己内心要自己好好反省哦，哦，好好检讨哦，哦，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讲这个了哈，然后再来1266，啊，他就多说明一点，对这个贪，他就多说明一点。为什么会染着为性，会生苦为业呢？他前面不是讲贪是什么？染着为性，会障无贪，然后生苦为业，就是它的业用，它的作用就是会生苦果，哦，所以呢，他就补充这一句话：由爱力取运生故。现在要问你，取运。跟五蕴的蕴两者有何不同？只要蕴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取蕴？所以你看他的解释，第二行，若发业，若润生，一个业一个生，就是生死的果报，苦业跟苦啊，皆令取蕴生，非谓为润惑。你把惑、业、生三个圈起来，这叫做三杂染。
在论里面讲，烦恼杂染、业杂染、身杂染，那我们比较熟悉的用词就是惑业苦。因为你有贪爱，都会让惑业苦不断的增长。不止欲界，上恶界也一样，所以他下面就补一句：上恶界中有爱禁律、爱禅定等故，彼诸烦恼因此增长，亦取运生。所以还是要来问一下，那取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大毗婆沙论》七十五卷啊，他就假设一些问答：何故名取运？取运是何意？答：此从取生，复能生取；再来，此从取转，复能转取；有取引，复能引取；啊，有取长养，复能长养取；有取增广，复能增广取；啊，有取流派，复能流派取，故名取运。啊，所以此运属取。叫做取运，这运就是五运啊。所以为什么要叫做取运？就是呢，会从取而生运啊，从运转引再生运啊，所以。又转又引又长养又增广又流派，所以他就用一个譬喻，之所以称为臣子，就是因为有一个皇帝，有一个国王，所以他才叫做臣子啊、哦，所以故名王臣啊、哦，所以最后结语说，那其实这里面都没有我。啊，都无有我，诸有漏行都无有我，啊，所以他干脆再问一个直接了当问一个问题：运跟取运有何差别？他回答说：名字就不一样啊，啊，一个叫做运，一个叫做取运呢、啊，那到底什么差别？有漏无漏都可以是五运，都可以是有漏无漏。但是如果用取运，就是特别从有漏这边去讲取运，也就是说佛有没有五运？佛有无漏的五运。但是我们凡夫会不断的长养、引转、增广、取运。那为什么会这样？成为师问这边一二六六，一二六六就告诉你，第一行，一二六六第一行，由爱力取运生故，根本问题就在这里，贪爱，贪爱，一二六六第四行，大论第八，尤其是立论第八卷，五十五卷。五十八卷《显阳圣教论》第一卷《五蕴论》《广五蕴论》啊，《五蕴论》跟《广五蕴论》文字差不多了，但是不同的作者文字还是有不一样的哈。但是这边呢就不去分辨，就是《五蕴论》《对法论》也是第一卷，《显阳圣教论》第一卷，《对法论》《杂集论》第一卷都有广说贪相，但是呢，成为书论这边用的呢跟大论第八。尤其是论第八卷会比较一致、哦、所以呢就把大论第八它的用词呢给摘录出来给各位看、哦、那这个是在第八卷是属于本地分有心有事的三地、哦、诸贪欲者者这是总句有猛力贪者为于他所有由贪增上欲为己有起决定持故于财者为世俗财具者所受用的资具即此两种总名为物
啊，不管是别人的财，别人的具啊，所用的资具、世俗的财啊，通通希望呢，都是我也要有。此显贪欲升起形象，啊，此中略欲者，当知显示贪欲自性、贪欲所缘、贪欲形象。贪欲的自性就是，如同陈慧士论讲的染着。贪欲所缘呢，啊，他这边没有写的那么直截了当啊，他只写这一个啊，他所有，然后呢，财具，啊，然后呢，贪欲的形象就是通通都属于我的，通通变成是我的，哦，所以这个对于贪这样子的形象，其实我们很好了解，啊，每一次如果开始那个彩券哦要促销的时候，又告诉你连档十一次啦。啊，共估十一次了，现在已经是3亿了，5亿了。哦，我们就觉得哇，很快再来去买一张，希望那3亿5亿是我的。哦，那个贪就起来啊，真的麻烦啊。所以这个就是贪啊，掌握住就是染着为性，那一染着就会呢有取蕴啊，有取蕴啊。不断的这边轮回增长，哦，因为你烦恼增长，烦恼就造业，造业就有果报，受果报又贪，啊，又造业，又造果又有果报，就不断在那边轮回，或业果或业果这样，哦，好，这个就是贪，再来是嗔，啊，于苦苦聚真慧为性，能障无嗔，不安稳性，恶行所依为业。所以那个贪是有聚，这边呢称是苦聚，啊，哦，那也就是三有里面特别强调那个是不好受的那一部分，三苦，苦是三苦，苦苦、坏苦、行苦，啊，哦，都会让你升起嗔。那苦聚呢？啊，我们接着看，一样无漏法，有漏法无漏法。都可以升起嗔的苦聚啊，所以你看1266到这个不要用倒数的，从前面算来，4567 8第八行啊，也就是论文的旁边左边那一行，苦集三苦皆称于嗔，真为苦受，乐受乖离，嗔亦义之生故啊，就是。那种苦受啊，如果真会最主要就是你不喜欢很不愿意有那个苦受，刚好跟乐受是相违背的，乐受乖离啊，所以你就会依着那个苦受生那个嗔。那苦聚呢，一切的有漏果报还有无漏法，只要会生苦的都会呢让你生嗔，所以都叫做苦聚。因此下面的问答就特别问说，有漏法会这样，因为有漏会顺苦法叫做苦聚，无漏法不顺苦，为什么连无漏法也叫做苦聚呢？你说的也是，无漏法为什么苦聚呢？啊，简单的说，你不信，你毁谤他，所以它会让你生嗔啊，尤其是如果是其他宗教人士啊，俩兄拜拜，我们绝对不拜，拜祖先也不行，拜祖先可以对祖先这样子鞠躬而已，俩兄绝对别晒。这很坚持哦。啊，很坚持啊！有的呢，天主教徒就还好一点，天主教徒就比较放松一点，可以了。啊，反正家庭嘛，家庭里面要祭祀啊，亚杰林又不要紧哦。基督教徒就很严格，哦，啊，那我就不知道伊斯兰教徒啊是如何了啊，因为我亲属里面好像还没有人承认他是伊斯兰徒，伊斯兰教徒的，但是有基督教徒。哦，然后呢，妈妈是，女儿也是，所以呢，绝对不拿香。上去拜祖先的时候，
可以这样鞠躬啊，点头鞠躬，绝对不会跪下来拿香拜。我们都习惯了，习惯，反正他还有意有这个意思要去祭祀一下这些祖先，还好了，没有忘本了，忘本啊、哦。好，那就问这样，无漏法会是苦聚吗？啊，答随顺苦聚，无漏法就不是啊，而是从哪个角度去讲，这一个无漏法是会叫做苦聚呢？啊，声称呢？原生于苦，无漏意识，例如邪见等谤无漏法无，然后就会遭恶趣苦。依着无漏法而起这个嗔的烦恼，所以无漏法就变成是苦聚。哦，所以倒数第三行，五十八卷里面，瑜伽师五十八卷里面有提到。迷灭道二谛，嗔也会亲真寂，完全就真寂灭道二谛，因此说无漏法是苦聚。哦，那么这个是挑重点的写法。五十八卷的瑜伽师地论文字很长啊、哦，你看哦，它分开成两段。迷灭有八随眠，迷道也有八随眠、哦、他用了很多文字、哦、所以迷灭地有八随眠，诸沙门多婆罗门即边无边不时搅乱诸见一分、啊、乃是邪见波无世间真阿罗汉，乃是广说于、啊、灭地起怖畏心，起损害心，起灭慧恼心。于灭地起怖畏心，损害心，慧恼心是什么？听到你们佛讲佛法里面讲涅槃，骗笑的，没那个东西了。说得难听的、哦、那是在你们佛教徒面前不敢讲，那是您佛教自己说的，没那个东西、哦、那是骗人。越说越生气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呢慧恼心、啊、对这个涅槃、啊、起嗔恨啊，总共有八种，啊，我刚只是把重点，啊，这样子稍微举例一下，啊，例如像这个波无世间真阿罗汉，哎，没有什么阿罗汉，没有佛，哎，你还给你轰的了，阿弥陀佛，哦，这很严重啊、哦，所以八种烦恼随眠迷灭地见灭所断，啊、哦，那必须要到见道。见到位才会灭掉这个、哦、那迷道地有八随眠啊，道地波无世间真阿罗汉乃至广说此中所有毁谤一切自为导所有为无漏，通通都是迷道地所起的邪见啊，如是八种烦恼随眠迷道地见道所断啊，所以五十八卷的文字蛮多的，对这个蛮多的，我只是挑重点。那课本慧寂大师呢，也是讲重点而已，啊、哦，对于这个灭地道地，他一听了他就生气，啊、哦，亲真即灭道故，所以无漏法对他而言会生嗔的苦聚，这样子。嗯，哎，以这个，哎。毁谤一切智为导所的有为无漏法，有为无漏法就是道地啊。对，哎，那说他的毁谤是说一切智没有，哎，拢你家己讲的啦，你家己发明的啦，哎，无迄个代志啦，安尼啦，安尼较白话，这样比较白话，哦。再来，最后两行。对法等论但言苦聚，但是呢没有交代清楚，不知是何，因此呢不懂的人或者云那就是有漏法，这边告诉你这样不对的，无漏法也会是苦聚，大论第八同也啊、哦。那么这个大论第八同那就刚刚那里吗？但是呢我查那个参考资料呢，他这边是说你可以看这一段，真慧的慧，
由亲近不善待丈夫，闻非正法，不离如理作意故，即由任运思念故，于外及内非爱境界，若分别不分别，真会为体。哦，所以这一段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特别去讲到无漏法呀。哦，不晓得为什么要叫我去看这一段。哦，所以呢我还是打个问号，等于住集成编那边啊，说你参考这一段，我看不出来这边有讲到无漏法吗？倒是呢下面加说那58卷啊，还有讲到呢有4个，这个还比较 OK 啊。哪4个呢？那你看它的原文啊，58卷的原文，这边会者为能损害心所为性，植物4种为于损己他见，他有情所及于所爱不饶益所，于所不爱作饶益所，所有称慧啊。这个《瑜伽师地论》是这样写，《杂集论述记》呢，就把它直接这样写出来，损己他见啊，也就是说呢，伤害我的这一些看法、观念、说法，我听了就生气。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啊，损己他见，还有呢，他有情所，损害我的人、众生，看到他就生气，啊，说，然后呢，再来，所爱不饶，非爱饶意，我喜欢的，啊，你竟然不对他好，我也生气。我不喜欢的你既然对他好，我也生气。哦，所以他是从这3点，那课本呢把它简化，他见有情，所爱不饶意，非爱作饶意。哦，所以前面的话呢，那2个都是损己，不管是损害自己的、伤害自己的有情众生，或者是伤害自己的想法、看法、行为，都会生气啊。所以你看这边窥基大师的杂集论述记，他就写了第一个、第二个，缘害自身，会伤害自己的是人、是观念、是做法；第二个亲友啊，也就是说呢，我所喜欢的亲友，结果你对他不客气，你对他不饶意啊，哦，然后呢怨家，我不喜欢的怨家啊，结果你还喜欢他，你还帮助他，你是他个派鸟。就一讲就生气这样子，哦，所以缘此三尽而起三嗔。然后如果再把它分开成跟时间有关，过去、现在、未来，那各有3，啊，哦，然后呢，这样3×3就变9，哇，他顾得也记哦，会生气的事情跟人，再久了都会记得，哦，所以才特别去写到3×4各3，啊，哦，所以不安恶行，此说通业，别障无称。不安恶行是什么？就是课本讲的。不安稳性，恶行所依为业，这个是他的通业，通说的业用。那特别的业用就是会障碍无嗔这种善根啊，哦，会障碍无嗔这个善根这样子啊，哦。好，那么1266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啊，讲完这4种之后，善但缘取生，然彼上举具众处语啊，哦，也就是说，哦，跟着贪这边来说，他还说呢，由爱力取运生故啊，哦，主要呢就是以贪比较重的这边去讲，但是呢，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范围。然彼上举啊，众处具众处语啊。哦，那么
嗔的话呢，那就范围宽广了一点，他好像有这个意思了。那显阳圣教论亦说但缘有情，没有讲到像上这样刚刚的三种境界四个对象这样子啊，所以据业道重来讲啊，主要是从业为业道比较重这个方面来说，非于于无嗔，也就是说呢，这个显阳圣教论讲的范围不宽，于切斯利论讲的这四种范围就宽多了啊。他要说明的是这件事情啊，的确啊，这个脾气不好的人哦。哎，很多状况都会生气，只是呢，论里面把它归纳出这样子四种啦，啊，讲白一点，你看不顺眼的，在你的内心有那个不平不满，那个也是算嗔的一分。正义感，有时候过分的正义感。也是里面掺杂着嗔的一分，很难避免，凡夫做麻烦的，修行做麻烦的，他自认为自己高明啊，他看不起那一些怎么没看清楚这个道理的，怎么这么笨。他把人家的笨看不到看不清楚的地方认为不应该，越看越气。对，越看越气，说了半天说不听不懂就听不懂，你是那也叫懵了。哦，这奇怪了哦，他这里面多少就带着慢了，说实在话哦，不是只有撑而已，带着慢了。好，所以一二六七第三行为撑必令身心热闹，起诸恶业啊，那恶业就不善性故。所以为什么前面会写不安稳性，然后呢就会恶行所依哦，你就会想要造恶业哦。所以你看第四行撑必起业不善性胜，所造的业就是不善。哦，发恶业者必不善故。那为什么呢？意识为转，五识为水转。啊，这个五识为水转，大概我们忘记了哦，因为很早以前看过这段话，啊，所以呢，要把这句呢再搞清楚，啊，也就是说呢，他用这个来解释什么？你意识带着嗔，你就会带动你的前五识。去造业，造恶业。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在解释前五识的时候，你看这边用的就是呢五识生相应地里面，比作业者当知有六种，比那个比是指什么？前五识，前五识的作业有六种，为了别自尽所缘是第一个。为了别志向第二个，为了别现在第三个，为一刹那了别第四个，互有恶业这两个是第五个，随意识转，随善缘转，随发业转，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取爱非爱果，这第六个。所以疏议眼在这一段里面呢，他有帮我们整理出来。瑜伽第一就是在第一卷，瑜伽师经第一卷，明五识有六种意。第一，为了别自尽所缘，眼对色而闻声，啊，为了别自尽所缘，然后为了别自相，啊，为了别现在，对于过去未来他没有能力了别，只有现在所缘的眼见色耳闻声，啊。而且是一刹那，为一刹那了别。你要相续的话，一定后头要有第六意识跟着一起作用，啊、哦！所以第五，随意识随染发业转。所以刚刚那三句话，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业用而已。随意识转，随善染转，随发业转。慧基大师在一二六七页这边用的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随第六意识转，
然后呢随善染转随发业转，也就是说如果你第六意识有嗔，你前五识就会跟着起嗔 起恶，然后呢就去造业，哦，是这个意思，哦，那第六是取爱非爱果，就是眼睛喜欢看漂亮的，耳朵喜欢听好听的，这样叫做取爱非爱果，啊，好，这是前五识 的六种业用，啊，所以一二六七这边它就是引用这个来说明为什么会说你起嗔就会让你身心热恼，会去造恶业，会驱动你的前五识，哦，那如大论第一说啊，这些说法刚刚就引用给各位看的，就在这里，不安稳性就不安静。所以我们刚刚说你对某些人事物内心有不平不满，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那个就是不安稳性不安静，哦，对法用的是呢心怀真慧多助苦故，哦，那杂集论里面啊，他这边写的你看，称者于诸有情苦及苦聚心真慧为体，不安稳住恶行所依为业。什么叫做不安稳住？心怀真慧多助苦故，啊，杂集论述记呢，啊，它一样只是稍微多一些字，补充一些字哈，起诸恶业不善性故，多助苦中，啊，也就是你身心起热恼之后，你心就不安稳，啊，总是呢想要做些什么。哦，所以课本回到 第六行这边，嗔与恶行不安为所依，你不内心不安，你就会有行为出来，有业，那个业往往就是恶业为多。你说那难道我们就是要当傻子吗？啊，很多事情本来就要分清楚，有智慧把事情看清楚，不竟然内心就要升起不平不满呢？是我们凡夫习性看清楚的自认为对，然后呢心中的不平不满就跟着一起升起来，那是我们的嗔恚的习气，不是你智慧的习气。不同款呢，哦，你说那 差在哪里？你有智慧看得很清楚代表什么？不要讲说空性，不讲那个，我们讲缘起，你对整个事情整体而言，你的来龙去脉，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看得很清楚，你知道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现象，你要去改变，你想要去改变，你得要看得很清楚，然后判断得很正确，去改，抓住重点，从对的缘起去改变，不容易。你越生气越不满，你越看不清楚事情的重点要怎么正确的解决才对，啊，所以呢我就像我们这栋大楼，我们上楼漏水啊，你好一阵子了啊，结果查出来现在是四楼出了问题，哦，竟然我们四楼住户要求要我们自己出钱，这个还没问好，我们出钱好，反正我们基金会不是没有钱，结果呢说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那一些卫浴设备马桶，公海被给完出钱了，阿弥陀佛，哦，气死了，哦，我们总务组长气死了。
还没有，还在讨论呢、啊。哦，那那水电专家去跟他讲啊，他就说你能，他就说你们水电叫的那家太贵了。对，这个就是有理智的领导者该有的反应，不是跟他吵架。哦，所以我们朱居士就被我们总务组长非常的赞叹，我们执行长真的是很有耐心，很能够忍辱。像这两天呢，我们朱执行长要去处理那个娑婆沙界的事情，就是说如果四楼有什么问题打电话呢，就转给我们总务组长，所以今天早上就听到在跟四楼吵架。还是我们执行长回来之后呢，比较能够妥善的处理啊，他就说好，那你们去找，你们去找人估价。那个水电师傅他会知道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他是谁要负责？是啊，但是他就是赖皮呀、啊，一皮天下无难事。是啊，是不是？所以啊，所以如果你面对这样子的人事，你本身就是很容易生起生气、嗔恨的话，事情就越搞越糟，就不容易很快速妥善的解决。好，所以呢，这是也是我们举个随便的例子，然后也并不是说只有这件事情而已，然后好回来讲吃贪嗔痴。吃云何为吃？于诸理事迷暗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所以重点就在那个迷暗是它的体性，可是对象呢，理事都有啊，对于这些理这些事你都看不清楚，那为什么作用呢？会生杂染，一切杂染所依为业。所以他下面就说明，由无明起疑邪见，起贪等烦恼，随烦恼业，随着烦恼你就造业，不是根本烦恼随烦恼啊，是随着烦恼你造业，就会遭后生杂染法，后面的杂染法，这就是痴啊。所以成为是论的文就这样而已。那你看速记窥基大师的解释，对象是理，于诸是理，理是，所以他就分开，一个叫做独头无明，一个叫做相应无明。所以你把独头相应圈起来，独头无明迷理，相应无明，你可以的话就加两个字，相应无明迷事，这样就清楚了啊。因为他们是专家，以为呢就是他这样写我们就看懂，那我们初学的人，你说你学那么久还初学，唯是初学。所以他们的用词习惯哦，来，这个杂集论述记，于三界中所有无智，简单的说，概括性的说法，三界中所有无智都叫无明啊。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定义的话，原无漏因无明不转，因此原着无漏也会有无明，不是原着无漏就不会有无明哦啊。或此但说原三界中无智为体，尽相显故啊，或即三界中无智，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基本上呢，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可以有无明啊。所以他后面用的呢，一下子看初初看看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写？阿比迦罗其实应该就是无的意思了，无明嘛，没有明嘛。但是那个无，从六方面来解释，啊，第一个非，不是的意思，啊，非牛，
也可以叫做无牛，所以无可以用非来解释。第二个无牛，本来有牛，牛死了，这时候没有牛了、第三个不是牛，异于牛，只要呢不是牛的都算在这个无牛这一部分，也说得通。第四个恶，恶子啊，这是我们世间人咋这样出血就来点点游戏就是这种说法哦。长大以后竟然这样忤逆我，气也被死啊，我抖也咋这出血就点点游戏五子二子五子哦，少义啊，无逼，不是无逼，无够逼，味道不够哦，佮叫做无逼啊！我肯盐肯醋肯啊，这样无够啦，无逼啦，安尼啊来离人啊，离异啊，这个地方没有人啊，这地方没有人啊，离人啊，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非名、无名、异名、恶名、少名、离名都可以叫做无名哦。所以这是窥基大师很有学问的地方啊，太厉害了 哦好，所以因此呢有所谓的独头无名跟相应无名，很简单，字典的解释就很简单了啊。独头无名就是呢贪嗔痴慢疑六大惑当中呢，无名单独起来，不没有跟其他五个一起起来，单独起来。所以课本呢窥基大师说，对着理而言啊，迷理可以叫做独头无名，可是如果是对事的话呢啊，常常都会呢啊，痴跟贪在一起，痴跟慢在一起，这样子啊，随一共起，就叫做相应无明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用的独头无明相应无明，他把它配合独头无明迷你相应无明，你是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倒数第四行啊，说呢由无明开始会起疑、起邪见、起贪，所以因此呢你有这些烦恼，你就会造业，造业就会有果报啊。所以造业、起烦恼、造业、果报三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身杂染哦。但是呢他这边写到倒数第三行，此事前业，也就是要解释那个一切杂染所依为业，无明的业用，用这段话来解释，为由无明于地等犹豫，对于四谛真理起犹豫，所以就起疑，因为你搞不清楚啊，因为搞不清楚，对这个真理搞不清楚，起犹豫起疑，起邪见，认为啊，那讲的都应该你发明的啦啊，邪见波无，乃至呢，因为无明起贪啊，起嗔啊，所以他说这样子的次第都是从无明开始的。那有了这些烦恼，造诸恶业，乃至呢会招感后生的杂染果报啊，生杂染。所以此中这样的说法是讲的是见到的无明升起的次第，可是如果是下面那一段修道者的无明，不竟然啊，一定需要像见到的那种次第的讲法，他不必起疑，也不必起邪见啊，也就是说，修道者已经断疑了，他只有剩下贪嗔痴慢。欲界贪嗔痴慢，上二界的话是贪痴慢哦，所以修道者不一定要会起疑啊、哦，所以无明起贪就可以。举例来说，哦，他不一定会起疑，也不见得会有邪见，但是他会起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因为他只是修道者，他只是见到位以上的修道位而已啊。所以他有这些，他还会造人天的善业，还会有人天的果报，后生的杂染
这样子，哦，这两行的意思是这样，把它分开成在见道的次第跟修道。所以成为师论用的呢是还在见道未乃至见道之前的这种状况，哦，所以这个疏一眼就特别解释最后这个无明起贪只修到无明的业用，所以无明不一定都会起疑跟邪见，不像成为师论讲的一定都是照成为师论 那一行、哦，那一行主要是讲见到位之前，哦，这样子。好，翻过来一二六八，然对法中啊，杂集论里面以邪见者无明真故，说邪定为先。我们窥基大师就认定，哦，我们大家都很有学问啊，都会背杂集论啊，所以我们先看杂集论对于无明这一段的解释。来，请看在这杂集论的第一卷，无明者为三界无智为体，于诸法中邪结定以杂染生起所依为业。所以你看在杂集论里面，对法论里面呢，他要讲那个无明是邪结决定以来说明，所以所谓的邪结定者为颠倒智，疑者犹豫。所以因为你有颠倒的那种定解，决定就是你肯定是这样了，所以你对于那种真理啊你就起犹豫，我看法是这样，你们佛法讲讲的怎么是那样，哦，这个叫做无明。所以杂集论它是用这样来解释无明的，这也就是课本窥基大师说杂集论说以邪见者无明真故，因为他把邪结定放在前面，说邪定为先，后来再用以生起无明，哦，那杂染生起所依为业，是你有了无明之后你就会跟着起贪嗔痴烦恼现行啊，由愚痴起诸烦恼。所以不同在哪里啊？跟成为师论不同在哪里，就是成为师论是说愚诸理事迷暗为性，只要你对这个理事迷暗，不一定要有邪决定，也不一定是先有疑才会生无明。所以他是要对比杂集论的这种用词，哦，所以窥基大师在一二六八第一行最后两句话说升起的次第呢，还是我们成为师论讲的比较正确，此文为证，哦，那如果对法论的那个讲法啊，成为师论演密呢有写到啊，邪见含五见，见不正故并得邪名，也就是说不是只有 五种见里面只有邪见，包括整个五见啊，都叫做邪见啊。那何教为正啊？于邪有十八淫邪见，一切倒见与所知是颠倒而转，都叫做邪见。所以这样的见为什么称它为邪见？第一个真意本来没有了，你硬把它加上去有，沙加耶见啊，身见、边见、借境取见、见取见啊等等啊，然后呢，第二会损减，本来有因果的，结果呢，你认为没有因果，谤因果诸见，也是一种颠倒的邪见啊，如杂集颠倒之言，包含五见，若不知邪见言，恐或者不知邪。定因于见，哦，他解释说为什么杂集论里面会写这个邪决定疑，哦，就是要让你确定说有五种颠倒见，如果你不用这个，那你就会觉得跟见有什么关系，你会有无明跟你有错误的颠倒见的邪见有关系，
杂记论是从这个角度去说明无明、哦、所以述记呢写显无明果邪定者邪见，那个定不是禅定、哦、决定、哦、所以此说诸惑生之次第理必因耳，略无业果。杂染言啊，那又去解释那一些杂染所依为业，然后成为是说起疑邪定以疑为先，此说无私随因皆得啊。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窥基大师一方面呢要还要去解释杂集论的文，二方面呢他又觉得成为是论文写的比较正确，所以他多多少少呢要去说明一下在彼此之间啊、哦，要怎么说啊、哦？所以《成为是论述记》，窥基大师就写得很清楚。你看，再复习一下一二六七最后两行。哦，如果因为无明起疑、起邪见、起贪，然后去造种种的业，这是见到位以前的。哦，那至于说，那你的于诸理事迷暗为信，是不是要邪见为先？哦，窥基大师在一二六八呢说 ，no， 还是呢，是因为你没明白理，没明白事，你就会有这样的无明了。不一定要有邪见，只要不明白事理，就叫做无明。不一定要有那五种邪见。哦，所以这个是他本身窥基大师本身的观念是这样。哦，那至于杂集论里面他的注解，因此他还是要去稍微说明一下啊，也没有也不是说错这样子哦，他也不敢说错嘛哦。好，那么第二行一二六八第二行五十八云，于学士练五十八卷，有四种鱼乃至相应跟不共，相应无名。不共无名就是刚说的独头无名跟相应无名、哦、那四种鱼啊，一些是利用四种鱼，四种无名与所知真实觉悟能复能障心所为性、哦、也就是说你对于所知你没有办法真实觉悟，会障碍你真实觉悟，会盖覆你的心性有真实觉悟，本来应该要知道的，要有真实的觉悟觉知的，把你盖住，把你障碍住的是什么？无明啊、哦！因此分成四种：第一个无解，你没有了解；第二个放逸；第三个染污；第四个不染污。怎么解释啊？若于不见闻觉知所知意中无所有无智，你没读过没看过没听过不知道的无解嘛，就是你没有了解过的，这个都可以叫做是一种愚痴无明、哦、但是如果你已经听过看过学过呢，于见闻觉知所知一中善乱思念所有无知，这个叫做呢放逸语、啊、那我们学佛这么久了，我们还是很难免有这种放逸语啊，因为常常散乱思念，思念是什么？失去正念，脑袋里面的想法不尽然都是用佛法在思维。讲到这个的话，就是鼓励呢要越早学佛越好啊，到了五六十岁才学、哦、常常脑袋里面很多想法都不是佛法的东西，都是年轻时候学的东西，很努力的要去改变，你就必须要长期熏习。那像我们从那个十八九岁开始学，脑袋里面用的都是这些佛法名词，但是后来也是受社会污染，也常常散乱思念哈、哦、啊，那只有人家那个好的环境呢、啊，都是在出家啊道场里面的环境的话，啊。他们的逻辑思维啊，语言文字逻辑啊，里面用的词啊，
啊，光自己跟自己对话，在内心里面自己跟自己的对话，都是佛法名词，佛法的逻辑。那我们就不是了，我们已经又接受了很多的，有的没有的，哦，很难改变哦。年龄越大，如果你没有早早学佛，年龄越大才学佛的话，你很难改变你的那种用词习惯、逻辑思维啊，不容易啊。除非呢，像我们阿凯这样子这么用功啊，四年内学好几宗这样子，哦，然后再来于颠倒心所，于颠倒心所有无智，啊，这边称之为染污，你通通颠倒了，啊，然后不颠倒心所有无智叫不染污语，所以这两个是对相对的一种用词啊，颠倒不颠倒。哦，那么一样他这边就有无明两种啊，烦恼相应无明，独行无明，非无愚痴而起诸惑，这个叫做烦恼相应无明。所以贪等愚惑相应所有无明，跟着无明一起起来了贪嗔慢等等，这样跟着这些贪嗔慢烦恼起来的就是烦恼相应无明。若无贪等诸烦恼缠，但于苦等诸地境中不如理作意力故，独头啊，顿会似乎不特切罗，诸不如实的拣择、护障、缠果、暗昧等心所性，独行无明。所以对于独行无明，他就有多一点用词啊，不如实的拣择啊，或者是呢会被盖住，会被东西包着，让人心脏暗暗啊，每一次一看到这个暗昧呢，就想到奇怪，我那时候有一个学长，我大一的时候下学期跟我大二的一个造船系的学长在外面租，他说，哦，以前我脑袋都很清楚，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好像都被什么东西这样盖住，这样暗暗的这样。我那时候根本想不，那是什么状况？怎么会有这样？后来慢慢的，多少也有这种体会。我当时就刚刚想，他盖有一层雾这样盖住这样，哦，没有那么清明。然后呢，去推，什么状况啊？困不好。心情受影响，不愉快也会啊，没睡好也会，有疾病也会，还有一个老了也会。哦，老了也会，哦，这个很难避免，哦，现在要常常保持头脑清明，哦，好像不太容易。喝咖啡维持一小段时间，而且那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在哪一端。哦，这种麻烦呢，啊，麻烦。好，第二行，1268第二行，啊，然第五卷第七世中已分别弃，此略不说。哎，讲的什么？原来就是在我们课本的997页，997页在上册，那边讲到跟第七世相应的，我吃。我贪，我慢，还有一个我见，是不是？我吃，我贪，我慢，还有哪个？我爱，我爱啊！啊，我爱就我贪呢，在这里啦。我见了，没错，我没背错了哦，还好，哦，还好。但是呢，如果单独从成为世论的分卷来说，它是在第四卷。但是如果跟数记在一起，在我们课本那边呢，的确就是在第五卷，哦，所以他没写错，第五卷第七世里面，那成为是论的文是这样写的：从无始至未转一以来，此义就是第七世，任运恒缘障事与四根本烦恼相应。哪四根本烦恼？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啊，我爱改成我贪也可以啊，他人家本来文字是我爱了啊，四种。我吃就是无明，于我相名无我理，叫我吃。
所以他就说他这个地方在第五卷第七世已经说过了，就是我吃，就是无明。好好，第五第四行一二六八第四行，然诸论贪嗔之后即次说慢。好，也就是说其他的论呢、啊、有些论呢、啊、是贪嗔然后呢慢，贪嗔慢痴无明，用的是无明，白法明门论贪嗔慢无明。那我们现在成为师论跟三十颂这边呢是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二见，所以他这边要讲的就是这个啊。其他的论呢，贪嗔之后慢，然后后面是无明。那此中但以不善根，无贪无嗔无痴的三善根，相对的就是贪嗔痴三不善根同，所以贪嗔之后先讲痴无明，这个意思。顺序了，无明跟慢的顺序，看谁摆在前面啊。那么成为师论跟三十颂啊，是把贪嗔痴放在一起，所以呢，先把痴讲完，再讲慢。那瑜伽师地论五十八卷及第八卷，皆见为首，以利惑故。啊，什么意思呢？啊？你看这边成为是了义灯，假设一个问答，何故列烦恼中瑜伽第八五十八皆五见在前，把那个五见身边邪等等那个五见放在前面，再来讲根本贪嗔慢无明疑。哦，他说呢，历史顿时历史摆在前面，顿时摆在后面。可是如果是此论成为是论显然圣教论杂集论，以正方善先明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所以翻转过来贪嗔痴啊、哦、所以先讲贪嗔痴，在后面再讲五见啊、哦、那因此呢又问说，那这个论痴后面才讲慢，其他的论呢是先讲贪嗔慢再来无明啊，为什么顺序不一样啊？此曰三不善根啊，其他的论曰别通迷地行啊。这个地方我就不是很完全了解啊。等于呢，他贪嗔痴放在前面是顺着无贪无嗔无痴来的，可是如果是把慢放在前面，痴放在后面啊，应该是说他把痴无明跟着后面的邪见跟疑摆在一块，所以通迷地行就是作为那个真理那个五见没看清楚的那个地方放在一起啊、哦。所以问何故此论疑在见的前面，贪嗔痴慢疑再来二见啊、哦，五蕴论等，这不是在讲色受想行识五蕴哦，是讲五蕴论等疑独在见后面，把那个疑还放在五二见后面哦。那为什么啊？其实刚刚说过了啊，它立顿呢、啊，一个是具生烦恼，一个是分别烦恼，分别烦恼是立放前面，贪嗔痴慢疑啊是具身顿放后面，所以五蕴论等是根据呢具身分别疑在见后，所以呢贪嗔痴慢疑那个疑应该跟具身有关啊，所以呢就在那个分别的见后面摆在后面，而此论等据立顿不一样，所以呢啊他还是要跟贪嗔痴慢放在一起，在五见的前面、哦、简单的说等于这个这十个天台讲五顿时五历史，五顿时五历史都先解释五历史，再解释五顿时，这是见或实时，然后呢如果是思惑，那五个见就不讨论了，只讨论
五顿里面的贪嗔痴慢，连仪都不用了。所以我们在天台里面受过这样的训练呢，其实就很清楚。可是呢，如果在这些论啊，成为是论什么，他不是这样分，他分俱生烦恼跟分别烦恼，所以就没有办法呢，像我们在研究天台这么明显的就把它分得很清楚，啊，所以一定要去搭配他的这种俱生烦恼、分别烦恼啊，然后呢，哪个前在哪个后，啊。还是跟天台的说法不太一样，哦啊，你要熟悉一下这样，哦，好，所以第五行讲的就是这个啊，皆见为首，以利惑故，利的烦恼放在后面，放在前面啊，既然是利，那就放在前面啊。那再来七种无知等相色，如大论第九缘起经等说，原来还有七种无知啊，无知还分七种，在哪里？大论第九，果然一些是论第九卷，有所谓的七种无知，还不止啦，啊，只是说七种无知是其中的一段。世间的愚，是愚，移转愚，最甚愚，真实愚，染净愚，增善慢愚，还有五种愚：异愚、见愚、放逸愚、真实异愚、增善慢愚。有兴趣虚者自检，我不再解释，需要知道的人自己去查，我把出处已经找出来给你了，所以不是只有七种无知，还有五种无知，还有好几种，那你去看看。那缘起经啊，既然讲到缘起经，就也把它讲一讲。云何无明？位于前际无知，后际无知，前后际无知，内无知，外无知，内外无知，业无知，意熟无知，业意熟无知，佛无知，法无知，生无知，苦集灭道无知，因果无知啊，于因以生诸法无知，善无知，不善无知，有罪无罪无知，因修习不因修习无知，下列上妙无知，黑白无知，一分啊无知，缘以生或六处处如实通达无知啊，种种。哦，讲好多啊，比比处如实无知，无见无现观，愚痴无明黑暗。哦，所以基本上这些佛学名词，哦，你要真正研究起来不得了，烦死人了，你懂，哦，不用说什么，哦，现观两个字，哦，搞一堆，你去看那个现观庄严论，头晕脑胀，对不起，我们这种人实在不太适合做论师，没有办法，这个慢慢要去改变我们自己的习气了。好，以上这个是痴，再来慢，云何为慢？是己于他高举为信，能障不慢，生苦为业。是呢，就是凭借着自己对于他人啊，也就是一种相对性，把自己跟他人做一种相对，然后把自己抬高。最重要的慢的特性就是把自己抬高，就算已经很明显的知道自己不如人家，你还是要把自己抬高。我输也只是输了你啊，我只输他个一点点而已，我承认我输他，但我也没有输他很多啊。你看明明已经是真的比人家低了，还是要把自己再抬高。那他的业用什么？生苦。特别对的就是不慢去说，这个是别业，通说的话是生苦为业。先看他的注解，能障不慢。那不慢是什么呢？如善中说。什么叫做如善中说？你看我讲义就写了，请你去看一二四四页。最后一行，他在这边讲不慢有三种。第一，属于信
心所的一分色，因为如果你信他，你就不会轻慢他。第二，舍一分色，心如果平等，你就不会不需要把自己抬高，不高慢，心平等。第三，惭一分色，惭愧自己不如，从众，对对方有尊重心，有崇仰心，你怎么会轻慢他呢？所以那个地方呢，三种说法，不慢。哦，那到底哪一个呢？啊，你看这个一二四五页的第四行，第二行，一二四五页第二行最后两句话，即此中第三禅一分胜。也就是说，窥基大师认为三种说法，他比较认同第三种。所谓的不慢呢，是你真的自己觉得不如，你很尊重对方。所以你看《集成篇》也这样写，第三为正，开宗义绝，白法明论开宗义绝的注解也说，不慢是禅一分色，若从众比，不慢比故。他还是直接就采用这样去解释不慢。所以回到1268，他才会说不慢是什么，在善法里面那边讲过了。好，这边是要讲慢。好，1268最后四行，若有慢，你内心有慢的话，于德有德，于呢就是对于，有德跟德，你看倒数第三行，于圣德法，那个德呢是殊胜的法，德法，还有有德者，有德是有德者，对圣德法有德者，心不牵下，你没有牵下心，这个就是慢。你内心有慢，就会让你怎么样？生死轮转无穷，受诸苦故。你想要舍轮回，你一定要把慢放掉。倒数第三行写的，心不牵下，故受众苦，显令厌舍那个慢，勿护轮回。我们想要不轮回，那个慢就要放掉。然对法中，但有我，故心高举。此中所谓我见相应，即等流生，或远从根本说。我们窥基大师很喜欢省简，其实古代的祖师大德很喜欢都把字省掉了，你加几个字进去就看得就很清楚。此中所谓慢，是不是的是，此中所谓的慢，是我见相应，即是我见的等流生，这样不就很清楚？慢就是我见相应，或者是呢我见的等流所生的，或远从根本说，我见就是慢的根本。这就是对法里面的，但有我，所以你会心高举的慢，因为你有我见。所以你看对法论它的用词，慢，一指萨迦耶见，心高举为体，不敬，不敬什么？德有德，对那个圣德法跟有德者不敬，苦生所依为业，不敬。他写白一点，于师长及有德所而生骄傲，苦生者身后有故。书一眼，他说这一段，就是对着对法论来会通。对法论说是由我故心高举，慢与我见相应，故作此说，
或是慢是我见等流，我见隐身。所以你看，我慢是我见相应，或者是慢是我见等流，我见隐身形象相似，或者是我见是慢的根本，是远从根本说。所以刚刚默许把它多加几个字进来，就都是根据这里。那这样一加几个字就很清楚，这段要说的是什么啊、哦？也就是说呢，这一个陈维师尊用的是“是己于他”，那个“己”如果对着对法论来说，就是我见，心中有我见；那个“他”就是圣德法或者是有德者。啊，对那一个有德者圣德法，啊，就觉得哎呀，不管好，啊，不得管厉害呀，那那谁来弄？阿弥陀佛，休息十分钟。好，来，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1269页，1269，第一行，此慢差别有9种，位于三品，我得畜生，啊。那么有7-9种不过于无法上升，哪无法？这个是三品上中下，三品还有我还有得处。什么意思？上品就是比我厉害的人，中品就是跟我一样的人，下品就是比我差的人啊、哦。那再来，我就是没有跟谁比较，就是对我自己啊、哦。然后呢，德处就是殊胜的德啊、哦。这里面各有多少呢？啊，就是对于比自己差的啊，这出自《大乘五蕴论》啊，比自己差的啊，就很清楚嘛，那就是比我差，我就是比他厉害啊，怎么样？所以列己即己胜。比自己差的就认定了我就真的比较厉害，这就是慢。跟我一样的啊，哎呀，他也不过就是跟我一样啊，怎么样呢啊？所以真的是程度是一样，但是你内心说也不过就是一样嘛，有什么好说的呢啊？这个还算是慢哦，这也是慢哦。那如果说呢跟我们一样，我们就说哪有，我总是比他强一点吧。这个叫做过慢、哦、然后呢再来，真的比自己好的、哦、我有输他吗？没有啦，我哪有输他、啊、我跟他差不多而已啦。这过慢、哦、再来呢，真的比我们好的说哪有，你看错了啦，我比他好啦，我比他厉害啦。哦，甚己，然后还认为自己比他厉害，慢过慢。哦，那对于真的比自己好的，还有一种叫做，有的用三个字，卑劣慢，啊，这边用的是卑慢。好啦好啦，我承认啦，我输他，哦，没有输他很多，输他一点点而已。哦，少分不及。哦，总之呢，在内心里面都是什么？把自己还是要这样抬高一下。输是输他了，但没有输那么多，好不好？输一点点而已了。承认自己比较差了，但是还是不忘自己把自己抬高一下。啊，那对于我，直接就产生我慢，啊，就觉得我自己不错，啊，没有跟谁比，就是我不错。然后呢，对于这个德呢，啊，这里面分两种。增上慢跟邪慢，增上慢就是说呢，你挣一点点，可是你自以为已经挣得很高了，很多了。那如果完全没有挣，你却认为有挣，这叫邪慢。以前呢，我的记忆当中呢，未挣好像应该是增上慢。哦，可是呢，他这边把它区分，啊，挣少未多是增上慢。没有正自以为有正的是邪慢、哦、这个是大乘五蕴论、啊、五蕴论的讲法，我把原文呢就列举在下面给各位看，这样子、哦、
那愚劣即己胜，愚等即己等，心高举为信啊。所以总共几种？你看哦，这里一种，这里一种啊。可是这两个一样都是慢，所以算一种。这个是过慢，这个也是过慢，这两个也算一种。然后第三种慢过慢，第四种悲慢，第五种我慢，第六种增上慢，第七种邪慢，这就是七慢。哦，所以你看他在五蕴论的讲法，就把慢两个写在一起，愚劣即己胜，愚等即己等。哦，然后过慢呢，愚等即己胜，愚胜即己等。哦，再来慢过慢呢，愚胜即己胜。啊，然后再来呢，我慢于无取运随观为我所，你说那这个就是我执啊，一种我执啊，但后面还有这个心高举，是有我执，可是称为我慢，就是呢我是有我，对，但是呢这个我不可以，俗话讲的要尊重自己，要爱自己，这世俗的用词跟观念你不能说它错，但是在我们佛法里面来说，就帮你分析说这种心态还是有慢我慢。哦，这麻烦就在这边。哦，那什么是增上慢呢？未得增上殊胜所证法中，为我已得啊。没有得到，所以五蕴论其实用的是没有得到呢，认为我已得增上慢，我以前背的都是这一种未得未得啊。那悲慢的话呢啊，它反而写在这里，其实要往上提啊，多分殊胜，积极少分下列啊，应该是这样，这样才对啊。多分殊胜，积极少分下列，心高举为信。我输他一点点而已啦，人家明明赢我们很多。哦，那邪慢，实在无德，积极有德。所以这个又有那个，真的完全没有，你却自认为有。哦，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是还没有得到的殊胜的。认为我得，所以用词如果仔细分辨分辨，哎，我们窥基大师还写的比较对，也就是说呢，比较殊胜的我没得到，我可能有得到一点点，然后呢，我自认为已经得到那么多了，那完全没有，却认为自己有了，啊，那就是邪慢，啊，所以你再仔细看一下五蕴论的讲法。于未得增上殊胜，比较好的比较殊胜的还没得到，你却自认为已经得到，你为什么会自认为已经得到？你一定有所得，你才会认为我已经得到那么高了。邪慢是完全没有，却认为自己有邪慢。哦，那么这个瑜伽师地论在这边的话呢，他说慢一六四生，第一劣有情，比你差的；第二等有情，跟你平等的；第三胜有情，比我们好的啊，比自己差的，比自己好的，跟自己平等的。再来内取运，就是我慢，就对了，这个有我慢，以德未得颠倒，功德颠倒，所以这个是增上慢，这个呢是邪慢，完全没有你却认为有，然后呢还没有得到你却认为得到那么多啊，所以依此六事生七种慢，慢过慢等，当知这两个是一比我们好的，其他呢各一一事，所以六事里面有一个是有两个慢，所以就变七个慢，这样子啊，所以看课本的说法就是这样啊，把它念一念，就跟刚刚又再复习一次了啊。你看第三行
一二六九第三行，五欲论说七慢中，于下品及中品起第一慢，啊，于劣即己甚，于等即己等，啊，这个就是第一个，这是慢。于中品就跟我们平等的，于上品起过慢，啊，两种，于中品、于上品都会起过慢，所以你看中间是顿号，比自己好的。跟自己平等的，你看自己跟自己平等的，你认为自己比较殊胜，比我们好的，你却自己认为跟他一样而已，啊，我没有输他，啊，然后呢，于上品起慢过慢，于胜己，啊，于胜即己胜，明明人家比你好，你说没有，我比他好，哦，所以你的断句要看清楚，我们的标点符号没断错。只是你有没有看清楚哦？第一个慢有两种哦，第二个过慢啊也是有两种哦，哦，然后第三个慢过慢对象是只有上品哦，哦，然后与我运起我慢，这是高举，所以。差就差在因为你有自视高举，所以才变成是一种慢。如果你只是与我运啊，与运执我啊，那个是我执我见，是我见，但是他这边呢又有自视高举，所以就变成慢的烦恼啊。于为正圣德起增上慢，虽得少分，于所未得未及以得，都属于增上慢。用词是未证的圣德，还没得到那么高，你却认为自己得到那么高了，因为你有得少分，所以你才会自己认为已经那么高了，哦，然后突然又跑到悲慢啊，比自己好的啊，人家明明胜过我们很多，我没有啦，我输他一点点而已啦，极少分不及而已啦，哦，这个是悲慢。然后呢，自己完全无德却认为自己有德，邪慢。所以特别解释此邪慢者全无未有，那增上慢是己德少胜却认为德很多啊，这是两个的差别。所以对于上中下三类的众生起四种慢，于我五蕴起一个我慢，于德增上慢跟邪慢起两种慢，所以总共五处起七慢，哦，那九慢大圣中不见闻，哦，就是大圣的论里面没有，也就是与其是论没讲，哦，可是显阳圣教论有说，这时候呢你要注意看哦，因为他的用词我们没看过呢就看不习惯哦。显阳圣教论第一卷，如今说三慢类，我圣我等我类我劣慢类，这个是属于三种，九个里面的前三种，相当于毗婆沙论第199卷、俱舍论第19卷的九慢里面的前三为三。什么叫前三为三？那个前三就是显阳第一里面讲的我胜我等我劣，哦，第二种三呢是有胜有等有劣，用词就差一个字哦，我胜我等我劣，有胜有等有劣。再来第三个三，无胜无等无劣，哦，过慢慢悲慢如次出三，这三个慢过慢慢悲慢对着我胜我等我劣去说的。也就是说过慢，你知道刚刚的过慢是什么啊？你看第五行啊，不
第四行，对不起，第四行，于中品于上品起过慢，于等即己胜，于胜即己等。你看，我胜就是己胜，我等就是己等。哎呀，总之哈，你把它刮糊起来，我这样分析我自己都快乱了哈。倒数第四行，过慢、慢、悲慢，这三个是对应于我胜、我等、我劣。再来，悲慢、慢、过慢是对应于有胜、有等、有劣，如次中三。第二个三，第三个无胜、无等、无劣，就是呢慢、过慢、悲慢，如次后三。这个他说俱舍论十九，我把它就抄出来在这里。我是慢内，我等慢内，我劣慢内，有胜我，有等我，有劣我，无胜我，无等我，无劣我，啊、哦，这样九种。所以呢，前七慢三里面离出来的，啊、哦，就是前面的慢、过慢、悲慢，啊、哦，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就是。过慢慢悲慢，啊，中间呢就是悲慢，慢过慢，啊，再来慢，过慢，悲慢，啊，如果你要硬要把它对清楚哈，你就把那个表啊，一开始给各位看的那个表，你自己熟悉的这个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哦，只是我一下子呢头昏脑胀的哦，啊。就算了哈、哦，总之分来分去哈、哦，就是你看他第一类呢，总是强调我；第二类呢是有胜我、有等我、有劣我，是从对方去说；啊，第一类呢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去说，我比对方胜，我跟对方等，我劣于对方。啊，第四、第五、第六的话呢，就是从对方有胜我的、有等我的、有劣我的。再来，七八九呢，没有胜过我的，没有等于我的，没有劣于我的，这样子。所以弄来弄去，你看他其实，你看到他这个只有慢、过慢、悲慢，三行而已呢。虽然好算是九个，但实际上呢，就是只有慢、过慢、悲慢，弄来弄去就只有这三个呢。哦，所以呢，这些论师哦，这为了要把我们搞昏头哦，无所不用其极，实在很抱歉明明刚刚那样子弄一弄就很清楚了，干嘛还要是这样搞，真的是有时候就觉得来，你看他的说明，多分胜，极少劣，悲慢可成啊，就是承认自己少是比较差了，但没有差多少啊，对不对，人家明明赢过你自己很多，你就认为说啊，我没有差多少啊，这样子，啊、哦，然后无劣我慢高处是位于如是智所爱要胜有情具，虽于己身之极下劣而自尊重，哎，就在这里，蛮好的啊。你处在人家都比你行的那种团体当中，你还会尊重自己，蛮好的啊。这世间法是这样说，你看。自所爱要胜有情具，虽己身之极下劣而自尊重，啊、哦，结果呢，唯识里面说，多多少少你还带着悲慢哦，啊，你还是很尊重自己。如是且依发自论是依品足类，品类足是慢类者，且我胜慢。从三慢出为慢过慢，慢过慢三，有关劣等生经别故啊，等等等等的这样，
哦，那么毗婆沙论199卷呢，他有写到此慢类就是七慢中的三慢，很清楚的。虽然号称九慢，实际上就是七慢中的三慢而已。慢、过慢跟悲慢，啊，依此本论所示如是。依品类逐论，我胜慢类色三种慢。若于劣未己胜，即是慢；若于等未己胜，即是过慢；若于胜未己胜，即是慢过慢。其他八类的慢如理应说，但是强调这九个都是通见修所断，不是见到位就断了，修到位也还要断。此中不说者，有说是旁论故，有说呢比非见相是故，哦，所以这个倒数第三行最后两句话，依本论即品类足两说大广，也就是说本论讲的这样子的七种比那个九种其实多了，品类足论其实也这样，也是讲的比较多啊。如果俱舍论那九慢呢，反而只是在七慢里面的三慢而已啊，这样子的意思。然九一我见后生三品处说，所以这九慢呢都是依着我见，然后呢都对比于比我厉害的、比我差的、跟我平等的三品处起而已。反而这里呢是对五个这三品再加上我还有呢圣德升起七慢，哦，这样的话呢此与诸见相应无失，哦，还是可以说得通的。然后翻过来这个就是1270页讲说，那这个慢一切皆通见修所断，见到位修到位，也就是说那个慢啊到修到位还不竟然能够断得完，除非你把它修到究竟，哦，所以才会说呢见到位要断，修到位也要断。为什么？甚为我慢既得现行，慢类由失起亦无失，还是会起慢。即使你已经到了见到位以上的修道位，还是会起慢。这时候分开成小圣跟大圣的说法，第二行第三行。第二行呢是小圣说呢通见修断，圣有而不行，虽然有但是他不起现行，那个不行就是不起现行，所以在小圣里面没有修道的我慢，因为不起现行。哦，所以这个书义言有加以补充说明，他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小圣虽有修道我慢，形象高举凌高于他，可是呢他觉得胜更不现行，名无我慢。大圣不是，大圣呢就算修道位出地以上还是会有些些慢啊，要完全断除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第三行，今大圣修道既得有我慢，是故圣者现行啊，哦。那么他引用《显扬圣教论》跟《瑜伽师令》88卷等七慢或俱生或分别，可以俱生起，可以分别起。如果是分别起，见到位可以断；俱生起，修到位还不见得能够断得干净，这样子啊，哦，因为圣者会现行。啊，那显扬圣教论，他既然说引用显扬圣教论，啊，就把它看一下哈。慢者以他方极，即我为圣，我等我劣，啊，也就对比别人，啊，都一直认为，要么就是我比他行，要么就是我只是跟他平等，啊，然后我劣的话呢，升起悲慢，还是内心有高举，吝心是举，那这个慢可以是俱生。可以是分别，显扬圣教论只是这一段话，可以是俱生，可以是分别，啊，哦。那么瑜伽师利论，他说88卷有啊，啊，88卷的文是这样：当知此中两种我慢，于诸行执着现行，或者是由思念率而现行。第一个，诸行执着现行，圣者已断，不复现行。
啊，如果断了就不现行。可是如果是思念失去正念啊，慢是随眠，随眠萨迦耶见啊，虽然呢在见到位就断了啊，那么已于圣道未善修故尤其现行。萨迦耶见唯有习气常所随主，于思念时能与我慢作所依止，依着萨迦耶见令暂现行。所以此慢也叫未断亦得现行啊，于圣道未善修故，也就是还在修道位啊，所以那个依着萨迦耶见那个慢还会起来啊。简单的说，就是你如果那个我执的萨迦耶见没有完全拿掉的话，还是呢失去正念的情况之下，觉得我好像也不错，比起他来我应该不输给他哦，弄个安呢哦，加麻烦啊，这麻烦的我来讲。好，所以你看这一个第四行，故知久慢修起无失。那种久慢，那个毗婆沙论里面那九个慢，在修道位会起来，修起就修道位起来，没有道理，也就还是有道理的啊。五十八稍广做差别说啊，这个五十八卷那边啊，这个是八十八卷啊，那五十八卷呢我就没有引用，但是我有把那个页数抄下来，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请查《大正上三十册》621页。西南开始啊，大正上十册就是瑜伽师地论那边嘛啊，那这个是621页的西南那边啊，那需要的话你自己去查哦。好，以上这个是慢啊，这个慢很麻烦，对我而言啊，我的嗔的习气还不如贪，我的贪的习气还不如慢所以以前很多人都从我们的创办人简居士那边知道阮居士很傲慢可是呢后来跟我相处之后，也就是我后来有改，然后呢慢慢的相处久了之后，发现阮居士好像没有像简居士讲的那么傲慢可见反过来说，其实比较傲慢的是简居士OK 哦，所以这慢这么麻烦的啦哦，我只是开玩笑哦，讲啊，大家拢会感觉认为家己袂歹啦哦，佮按摩你都感觉家己袂歹，安尼哦，就像他拄啊讲讲，有啦，我有较比你较歹啦，较差死啦，差一孙啊娘啦，哦，无差济啦哦，好来再来疑，云何为疑？于诸地理犹豫为性，能障不移善品为业哦，会障碍那个不移的善品，是它的作用。有移的话呢，你就会对这些地理啊在那边犹豫不决啊，犹豫则善不生故，就生不起善法啊，会障碍你那个善业善法这样子哦。所以看清楚，他说呢，此中说移迷于地理，然后犹豫为信。所以五十八卷的瑜伽师地论里面呢，依五相别来说明这个疑啊。那文字呢，你看，一则犹豫，二分不决定，心所为信，当知此疑略有五相差别建立，为它是作用因果诸地宝。有的版本呢把这个宝呢写成十，但是呢后来看注解，大部分都认为宝三宝啊，以三宝为注解。那十的话就跟前面的诸地就重复了啊，所以它是三世作用因果，诸地就是这些四地还有三宝，心怀犹豫啊。所以呢你看这一个眼密也是这样写的，于他是作用因果诸地宝中心怀犹豫，此中
啊，云和和为云地里呢，啊，这个地就包括了五个，啊，也就是说呢，啊，用地写的，你看鱼珠地里，我们陈慧师论用鱼珠地里犹豫为信呢，藏说要有五个啊，所以他现在就是问说，那为什么用地里就包括这五个呢？他说宝属于灭道二谛说，作用放到业里面来，就是讲因。都是呢过去的极地，或者是总相而言，过去是现因，未来是果，哦，那这个一个因一个果，也是是苦地啊，这些因果苦地啊，要不然就是呢讲到是极地啊，所以这样一来，作用他是就三世啊，啊，还有作用就刚说了，它的作用是什么？他说作用就是业啊，啊业啊，然后呢因果过去现在未来这种业因果报啊，都可以放在地里面，苦集灭道四地里面。那宝是属于灭道二地收啊，这样子他要说明的就是这个哦。所以杂集论也是这样写啊，地犹豫者亦设于宝犹豫，如其所应灭道地设。所以这段问答就是告诉你说，陈慧师论虽然用的是地理，明明是五个，他只讲一个，可以用这个包括整个五个，这样子，哦，然后所以这个此中言地，你看倒数第六行，啊，此中言地意色比尽如理因师，什么意思？就是五个里面他只用地理一个。可是人家一切事就用五个啊，哦，然后他没有说可以完全含括进来，没有详细解释。刚刚引用的就是让你看，啊，严密就是把这个说明清楚在这里，哦。那么再来，原理是都是疑，原理原是都会生疑。可是呢，这个疑跟下面这个疑不太一样。这个是在这个四谛里面的疑，可是这个呢，疑物为人，他说我们这边讲的这个疑不是这种疑，主要还是用那一个地理，或者是这五项，它是作用因果地宝去说。至于你有时候我们开车过去啊，暗暗的，然后呢，一棵树长得很像人。你说：“哎，我刚刚看到众生，这样类似这样叫做疑物为人。”他说：“那个疑啊，跟我们现在要讲的疑不一样啊。那或意熟心等，难就难在这一句的解释。这个我们这边讲的跟那意熟心等是什么意思啊？啊，找半天哦，终于还好让我找到这段文，《华经玄奘要集》里面。”烦恼障中的疑是分别障，分别跟俱生啊，是见道所断。所智障中的疑会随无明住地疑意熟生色。所以等于窥基大师在这段要强调，这里讲的疑是讲主要强调在烦恼障里面的疑，是见道要断的疑，而不是那个所知障中的疑。如果所知障中的疑还可以是属于意熟身心，例如阿罗汉疑黑眼之类，这个我就打问号了，我也懒得去查，哦，等于阿罗汉对于某些眼为什么是黑的，眼都一定是白的，哦，啊，眼怎么可以是黑的？我从字面上是这样看，所以这时候阿罗汉他本身已经疑没有了啊，可是他还是会对世间的这一些物质的东西生起疑惑啊。哦，他大概要讲的就是这个例子。因此，菩萨之人七地以前游者，是意熟生疑，此在观行之中不明了心假，唤作疑心。这样的疑是从意熟生，所以叫做意熟生疑。此七地以前菩萨有，
欲界心有意所生疑心，八地已去菩萨，二空观相续，一切无。啊、哦，照说呢，七地以前菩萨其实无疑，疑是见到断，但七地以前有者是有漏心，无始劫来、无始时来与疑同起合杂一处，疑虽断有有漏心时，便带着一分疑相撞起来，换持有漏心作疑。啊、哦，其实我不是看得很懂，讲白话，啊、哦，我只是知道说，哦，原来他还分七地八地。七地心以前，七地以前有的，啊，它有可能呢，会跟着一起起来，啊，有漏心无始来与疑同起合杂一处，所以有漏心起来的时候，便带着一分疑相撞起来，就换这个有漏心叫做疑。我顶多是看懂这个，但是我对于那个七地跟疑的关系不是很。了解，但是意熟生就是说，它不是分别见过来的，它是与生俱来的。意熟生，啊、哦，它没断干净，所以才会说，我才会去解释说，他这边举例的阿罗汉疑黑眼，可能呢，这位阿罗汉以前从来没看过眼可以是黑的。但是他不妨害他证阿罗汉呢？如果你带着疑，你怎么可能叫做证阿罗汉呢？哦，但是呢，他对世间呢，我嘛不知呢。哎呀，你有没有看过眼是黑的？有呢，我有看过呢。对呀、啊，不是，对呀、啊，所以你以后成阿罗汉，你还是会怀疑黑眼，我就不会，因为我看过不是白的眼，很贵很贵，有那种粉红色的眼嘛、啊，啊对嘛，你可见你看过啊，我刚问你有没有看过不是白色的眼，你说没有。啊，以此类推嘛，他们以前的人就看过黑色的眼呐、啊，没看过粉红色的眼呐、啊。没有啦，意思就是说，他看到的眼或许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个眼处理的这么干净呐、啊，还是带点杂质嘛，不像我们现在处理眼也会把它处理干净一点了，这样啦、啊，黑呐，哦啊，所以他举例可能是举这个，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是从字面上这样去推想，是这样。即使他是没看过黑眼，所以他看到眼怎么可能是有颜色的？他会生怀疑，但是呢，不妨害他证阿罗汉。这样，所以这个就属于意熟生，就是与生俱来的。他可能以前没有处理过，没有见过。哦，那他又讲到哎什么七地啊八地啊这样子啊、哦，那我们就没话说，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因为他说八地菩萨要二空观相续，那七地是还不行啊，七地的无相观还没有像八地那个那么厉害，七地是远行地，八地的话是不动地，的确呢，这个七地的这种无相观呢是差八地差一些，我所了解的是这样。哦，所以这个就是窥寂大师要去说的。那我查到呢，最多就是这样，我并没有办法查的更多。他只是告诉你说，这边的疑，并不是那种物质环境上面你没看过，所以你就生怀疑的那一种。啊、哦，那也不是意熟心疑这样子，讲的就是呢。分别生的啊，你只要呢地理看清楚了啊，这些道理看清楚了，你就不再有犹豫了啊。所以他的重点竟然不是放在这里，而是呢他开始说，那这个疑有没有他自己的体性啊。我们把文字念完后，你看到1270页倒数第三行，有一种看法，此疑以会为体，
他没有自己的体，就是用慧，慧心所为体，犹豫拣择说为疑故。然后呢，皮住末底 ，madi 是疑义故 ，madi 般若意思是一样，亦无义故。什么 madi？ M A T I， 它的梵文、巴利文 madi。哦，那皮呢 ？V I。原来他在解释梵文会短了，对不对？阿弥陀佛，突然跑到这里来，我们没研究过，怎么会知道呢？哦，他解释说，为什么疑是以慧为体？因为呢 ，v 这个字帮助那个 madi 产生疑义，因为 madi 般若是同一个意思。可是另外一派的说法，你说那第一派是谁？安慧论师。啊，第二派当然就我们护法论师了，有意此疑别有字体，是另外有字体，因为有疑会让慧不能够决定，不是就用慧为体，非即慧故。瑜伽师地论里面说，六烦恼中只有见是世俗有，所以那个见是属于慧的一分，是世俗有，其他都是实有，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自己的体性，别有性故。所以只有这样说，没有说疑是用慧为体。哦，那么用梵文来说，一二七二页，皮住末底。如果你说的是皮住末底啊 ，vi 帮助那个 madi， 那就是你就执着说慧是疑的体。那如果我以此类推，皮住若难啊。若难，那是不是说自变回事呢？哦，这真正哦，哦，我对这哦，我输一，真正输一。啊、哦，你看哦，《佛光大辞典》还有佛光大辞典有这些梵文字，疑的话呢，如果是梵文是 v i c i k i 啊 v。不是西呢，是 G T 叉 V V 七 V Kisa 哈，哎，这边念成字底哦，所以如果是 muddy OK， muddy 还比较简单，魔体啊、哦，会的意思。那么，哎呦，那怎么哪里去了？这里，啊、哦，这个是 Vijana 啊、哦、，Vijana 啊，皮若舍。啊 ，Velos， 所以那时候这个 Jana 啊是被这个 V 分割。哎呀，这大世纪真正。安内，啊 ，Vijana 为 V 分析分割与 Jana 的枝合起来，这个就是四。维加纳是四，看这个是四，所以若难，维加纳，啊，如果前面有一个 V， 维加纳，那个是四，啊，其实维加纳其实是一种智慧的作用之，是这样，哦，所以我们窥基大师说，照你这样说 ，V 放在前面。V muddy， 那就是说哦，那个慧是疑的体。那 V jhana， 那你那个智就等于是事咯，
这一行1272它的逻辑是这样，要反驳你，如果 we 帮助 muddy， 你就认为会是鱼的体，那如果 we 帮助 jana， 那你那个字就变成是咯，啊，那你又不承认字怎么会跟是一样，所以既然啊 we jana 字不会是是，那这时候 we muddy为什么会就是疑呢？不是哦，所以 muddy 那个是借，借由助力异变转变，是故疑非会为体。已经透过这个帮助的东西啊，那已经转变了，有那个缘，皮质是缘，缘助借力异变改变，就是改变了，本来是 muddy， 但是已经透过 v 分割就把它改变掉了，这不可能再维持本来的 muddy 的体性，会的体性是这样。所以你看他这边写啊，何为缘助借以体上是旧呢？已经透过分割了，改变了它的本来的借性，怎么还会原来是 muddy 的会 的体性呢？就好比 jana 透过 v 改变了，它就变成是，所以是跟字是不同一个体性。字面上它的逻辑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他从那个范文去做分析让你了解哦。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所引证的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他说六根本烦恼里面只有二见是世俗有，其他五个都是实有体性，包括疑也自己有自己的体性，所以你不可以说它就是会的体性，起码我从成为是论的文先从白话这样子讲完，先不要去看数据哦，因为你没有看懂的话，你看数据会入款入灰啊，再加上如果你完全没看懂再看我补充的参考资料，立马如狂如灰哦，但是你抓住了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才说呢，请你把那个 V 刮糊起来 ，Muddy 刮糊起来，然后呢，1272的 V 刮糊起来，然后呢，这个若难刮糊起来，这样就很清楚。那个 V 就是 VI。啊，如同他这边写的 ，VI 呢是有分析分割的意思，啊，然后我们窥基大师说是有帮助的意思，有帮助他，然后帮助他改变，啊，借由助力，然后呢异变改变，所以透过这样的改变，本来是 muddy 就不是 muddy 了，本来。